从这边开始转。哎呀，一条线呢。这多少钱啊？那个450。一条线450。好吧。这个多少钱啊？哎呀。要不这一出轨。冲了。坏了。600。这个多少钱？1800。手抬一个。这应该是一个小烟杆改的哈。1800。哎呀，这挺精致的，就是价格。金秋时节，记者来到了1800。这个真牛。半个。纯成 B 品的，这是大罐改的。开张找，开张。这多少钱，大哥？那个不卖。不卖。没法卖，展示的。这牛逼。我说几十万块钱，谁都牛逼牛逼，这明末的好东西。万历东西。那笔座的黄花梨。花梨的底座啊。这不是花梨。你看这上下做的工龄字，一看就看不懂。硬木工，但是肯定不是花梨。好吧。我一个算不了。先溜溜。这，哎，这多少？1200。全品的。小贵了点点。喜字写的挺正的。1200。洗的罐价格1200，硬的要命啊！还是爱要不要啊？您也是，反正您下户买的。下户一个这个就口沿，就是这个盖子有点毛病，其他没毛病了，哥。没有。买个型吧。买个型。行，260就260，给我拿一个先，开个证。这荷花盆啥价？你肯定会水花盆一起买，一件好一点。哦，这三个一块的，这得多少钱呢？一共7300。哦，4300。想要水花盆啊？哎呀，好吧，一共4300。嗯，家具卖啊，他亲不知道啊。就是光抱怨是吧，大哥？哦，你看了吗？我这画的清清楚楚。又是薄。1300。